IL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维小美。我平常的穿衣风格其实是比较中性，然后简单一点的。但我发现 MIMO 这一季就是把很多这种比较少女元素的东西，然后结合在比较日常的单品上，像是皮衣啊、牛仔这种比较硬挺材质的。这一季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复古的元素结合在日常的穿搭里面，我觉得是很特别，然后又展现出另外一种很率性的感觉。最近呢，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，然后充实自己，做一些之前很想做但没有时间完成的事情。那接下来呢，七八月就是会有作品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在8月21号，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这部电影就要上映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支持我国片，对。